美国华人持续在政坛上面发光发热。南加州知名的台湾之友会最近特别宣布，9月9号邀请到参选2018年加州州长选举的华裔候选人江俊辉，在大洛杉矶台湾会馆来进行专题演讲，欢迎美国华人踊跃支持。美国人如何参与那个美国的一般公共政策与那个措施，这是一个教育性的演讲，让我们。 台湾乡亲们更能了解我们台湾人在美国从政的这种经验跟知识，所以让大家以后有更多人来可以从事政治这方面。 洪家栋表示，江俊辉的演讲主题是美国人如何参与公共政策，还有行政治理。活动鼓励华人积极来参与政治，促进社区团结。演讲会9月9号中午的11点半在台湾会馆举办，欢迎有兴趣的观众把握机会参加。